Hello，你睡醒了？Come on，你不睡了？你出汗了是不是？抱抱是吗？谁来了？没准啊。你睡醒了？嗯。没说吧？你俩都在加餐哈。小麦又吃了第二片面包，刚才吃了一个火腿加芝士。妹妹刚睡醒。妹妹吃酸奶，然后吃一片面包。Keep on my。怎么样？Keep on my hair, hair, hair。Ready？今天我们吃包子喝粥，这是我闺女喝粥，好喝吗？还喜欢？说什么？Thomas，看我说。看我的小猪女儿，你的猪女儿。今天做的圆白菜馅，这个今天这个豆特别好，包子包出来就很好。我在包饺子，看琪儿，他们那个。他们一说我这么走路，去吧。我刚才看到我的包子太牛了，我去，好不好看？哈哈哈哈。淘气，我这个包子今天的豆真的是太好了。看我的包子，看看我的包子，这个豆是不是很棒？是不是非常棒？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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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哥拜拜，看看是不是很棒？行了行了，大哥拜拜拜拜，走。Many angles。看我的包子，这个是刚蒸出锅的，这边是待蒸的。还不错，看我，好吃吗？好吃，你这是最好吃的。比胡萝卜的好吃吗？对。小麦特别挑，他只吃胡萝卜的。今天我在尝了这个，其实也很好吃。吃。哇塞，老板呢？Then best on 胡萝卜 ，then interesting。哎，你还得这个比胡萝卜好吃了。嗯。又来一个陈麦西，你不是只吃胡萝卜吗？嗯，给自己拌了一个汁儿，海带丝、芽菜、糖醋、香油。妹妹吃的好开心，好吃吗？克洛伊，发财币，不是多不？发财币。吃点香菜，有香菜就好了。我说这是肉一第三个包子。你说你吃了几个？七个。七个方法写的。一二三四五六七。你吃了七个。你吃了几个？我忙好多 space。一。这菜一个，这那么菜。你说三个。见不见？见不见？见不见？阿诺德西奥，看着，彻底准备好，阿诺德射门！天哪！点球打进，英格兰队5-5胜，索斯盖特的球队晋级了。